没了，啥吗？还好，还好，不然我就走了。为什么小屁股酱不可以吃一半？为什么不可以吃一半呢？因为小屁股酱很脏。然后嘞，还有会怎样？台湾盐博物馆的成立可说是历经千辛万苦。民国83年时，当时立法院兴起一股历史文化风，要求国营事业建博物馆。经过一番评估，最后选址在七股西湖盐场旁，好不容易盼到博物馆硬体开始兴建，但台盐赶在民营化之前，却以博物馆是赔钱生意为理由，将一栋接近完工的空屋角给国库，从此盐业博物馆就变成没人理会的空屋，最后是在台南县政府委外经营，由盐光文教基金会的标并以2年为营运期限，于2005年1月30日正式开馆，催生历程长达10年。快点，再唱一遍，准备出去来了，快点，带动作唱一遍。